海参炒面一盘儿，来，先生请慢用啊。什么炒面？海参炒面。玩呢？啊？咋的了？在哪呢？海参呢？光有炒面，海参在哪呢？炒丢了，发了出锅了，让你造了。海参炒面，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解释啥呀？海参炒面，海参呢？我叫海参，面是我炒的。不是，这差不多了，我有不少事呢，还忙呢。没给钱呢。给什么钱？汤面钱。汤面我用炒面换的，给什么钱？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。那炒面没吃，我给什么钱呢？等会儿啊，吃面就得给钱。你给他算一下。他说的对。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。你别犟了，要啥钱呢？汤面钱。人家不说了吗？拿炒面换的吗？炒面他也没给钱呢。炒面他没吃，给什么钱呢？